定。你爱喝那杯普洱茶吧，好了。啊，好。然后我们这一场 MC 呢，是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，就是像国王游戏一样。然后我这边呢有数字一到七，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是美女的标志。然后现在给成员们抽，然后有肖英姐来从这边开始抽，抽到美女的呢，就可以在一到七里面随便选择一个两个数字，然后让他们完成一件事情。你对我的麦克风干嘛呢？哎一张，哎呀，你们两个人共用一张吧。哎呦，我没想到我们这组是九个人。好，现在打开看一下，看一下自己的数字，不要报出来，谁是美女啊？谁是美女？哎呀，我。谁是啊？思思。肖英姐啊。我是亮蕾呀。哎呦，真的是，为什么晚上了？原来是自己戴了个皇冠。你刚刚泰国选美完回来啊？来，思思是美女吗？不是啊。谁是美女啊？你啊。嗯，到底是谁？我刚刚。那你快点抽两个数字，然后让他们做一件事情。不是，我跟你说一件事。刚才我抽到美女之后，我一打开，肖英姐在旁边看见了，她说这不适合你，给我。对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毕竟泰国选美回来了嘛，为了证明自己。那我抽三号和七号。谁是七号啊？我是有七号。干嘛？三号和七号干嘛呢？等一下，三号是谁啊？三号是谁啊？三号打。现在不能说出来，现在那个会说三号的人不要说什么，你快点把你的选项说出来。哎呦，你们怎么这太刺激了？你们太庸俗了！快，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任务呢，你快点。让他们两个，对，干嘛？亲，还是亲一个吧。好，三号和七号，谁是三号？等一下，我要说清楚了，一定要在脸上亲出一个唇印。好，而且。三号亲七号，而且不能擦，待会儿直接上演员部。对，三号快到 C 上啊！三号，哎呀妈呀，为什么是他？不是，我刚想说，我检举三号是孙瑞，不是我纸条在大 C 那儿呢。大 C 和小双是同一张纸条。啊！哎呦我！哎呦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，小三三！哎呦，不好意思。你们 one two three。那七号呢？不对，你们不懂。One two three， 你终于做了别人的小三。是几号亲几号？七三号亲七号。哎呦，我从来都没在台上干过这种事。你快点，没事，正好这次有机会。瑞哥，快点给你来吧，快，丹妮，快点亲，亲完完事儿。你亲我，为什么我要跑过来？一个直男亲完完事了，亲完结束，我也没有。你看，太恶了，我不行，我下不了口，我还下不了口呢。不是，但是话，为什么不用亲我们两个？你哎，快点，那你们亲你，快，谁想让我亲？赶紧，快来，快点，你亲他，然后哎呀，行，快点吧。哇！来，我们猜一下，丹妮的唇印在哪里？唇印呢？人家亲脸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走来走。完蛋，刚才那段你不小心亲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亲我吧。我觉得你脸上有个唇印不太正常，我脸上有个唇印挺正常的，来吧。你脸上啊啊！来看看。行，有。没有，快，谁嘴红？有了。谁嘴红？有的。有你咋？你突然一下子我刚刚说了为什么大 C 的嘴最红？你让大 C 再来补一下吧。我拒绝，太好了。如果我要亲的话，我可以亲这儿吗？来吧，进去。小双，你来吧，你面积大。哎，别，云姐来。云姐去吧。云姐嘴巴没有色，来，儿子。我也没有。好了，我可以了。孙瑞，你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？青少年。接下来呢？我们要欣赏下一首歌曲了，《纽约梦》。耶。